你都背过了是吗？嗯，你好棒啊，我都要向你学习呀、啊。你现在背过了，你这一辈子都记住了啊！你看我现在就记得全是小时候的事儿。你看20岁、30岁、40岁，包括都不怎么想小时候的事儿、啊、哈。我现在哟，好多小时候的就是童年的记忆全有了，就老了，到岁数了，哎，就全想你小时候的事儿，眼前的事儿记不住，原来的事儿全记住了啊！你现在是要记住现在的事儿。好不好？来，哎，对，我现在好的，来。爸，你小声点能吗？好。女儿就是特别喜欢管爸爸呀，是特别喜欢管爸爸，是不是？好的，来，我听听啊。我爸爸也老喝酒。来，好。是个调，这是这个我们歌我们没唱过，是不是？上节课布置了，就走了一遍旋律，歌词都没有，嗯，是不是？好的，那咱们今天就猫眉哎，猫眉哎，你后面那个练声喉咙开得很好，很棒哦，来。咱们试一下这个调行不行啊？走。春风吹遍落雨裳，春人装束带雨花，留春人在花中心，暖花飞舞梨花淡白菜花黄，柳花蕊的结花香，迎的陌上人归去，花来手这个调是可以的哦，这调的高最高音到了这个的降 B 啊，好，到了一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调我们就确定了，现在就这个调，现在先这个调唱好不好、嗯、哎，我刚才看了你歌词啊都背过了，好棒，好，现在这样哦，我又有新的要求了，哎，如果歌词背过了，你就看着你自己，看着你自己的嘴巴，这个很重要啊，就先要自观。什么叫自观？自己观，自己观看自己，自己看自己，自己看自己过关了没有？我们自己没有看自己，出去以后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，是不是？哎，你自己知道是什么样子，然后自己知道自己最美的表情是什么？哎，比如说你看到哪里，就盯到一个地方去讲这个故事。如果你没有看到自己的话，我会这样。春风吹，哎呦，我的眼睛慌慌张张的，到处东张西望的。那你说，观众会看一个东张西望的人，都不知道六神无主，那叫，就是哎呦哇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哎，你盯着一个地方，我告诉你这个事情，我告诉你这个故事，春游是怎么回事，明白不？好的啊，好，好。那刚才呢，我发现了一个问题，我需要你哦。一句换一口气，你刚才都是中间就换气了，哎，是不是？好的，我能憋一分钟啊，我能憋一分钟，能憋一分钟啊。我们唱歌和游泳还是有区别的哦，游泳你憋住气以后就没事儿了，是不是？你就动动胳膊动腿就行了，就不会沉下去了。我们唱歌的憋气是要我们这个气转换成声音出来。所以你这叫唱歌，明白吧？不是那没劲，没声音，那没用了，是吧？哎，比我们憋气憋得多的人很多的，他转换不成声音，
现在我要教你转换声音啊。好的，来。好，春风在哪里？春风在哪里？现在说。春风吹遍不会唱。哎，不不，我说春。好，这个歌咱都会唱了。如果是唱歌课的话，咱就过去了。哎呀，会唱了呀，是吧？歌都会唱了。我们是声乐课，不是唱歌课。唱歌课就会唱就行了。会唱歌人很多。声乐是，告诉你啊，看着这儿，用什么声音来唱？我们要用科学的声音来唱，要用悦耳的、美妙的、美好的声音来唱。啊，美妙的那就科学了，就非常科学。什么叫科学？你怎么唱都不累啊！咱唱一首，咱就休息八天，那怎么行？咱一天演八场都不累啊！这叫科学，好不好？好，对着那儿啊啊！哎，这手放这儿不对了，不是背着的。你看哪个演员上台背着手？好，哎，顶着肚子。对了，好，唱春风的时候响肚子，嘴巴张开。看着镜头，好吗？来，预备，走。春风吹遍薄雨纱。好，你唱的是薄是吧？这个也，这个是个多音字，也可以唱薄，也可以唱薄，都没有错的。你就你习惯唱什么就唱什么，好吧？好的，来，很好啊。哎，好，刚才嘴巴不错啊，手也放到原来的位置了。但是呢，你手放到这儿了，你想这儿没有？你没想，是不是？你光放在这儿了啊！我要让你想，春春要这样。哎，你先夸张一点做好不好？因为你不夸张，你到不到那儿。走，春风吹。哎，春风完了你就换气了，春风吹。这是啊，春风吹面薄雨纱，这一句一口气，所以有这个小哎，只要有逗号的地方才换气，明白吗？逗号就是让你休息一下，这就是逗号。来，小狗狗一样的，预备，走，小肚脐眼儿，走，春，哎，好，你看。你要学会保护去，春这一个字儿，这一口气都没了，所以你的春风哎没气了，保护住气，保护着，保护着，控制着气息，你还有这一口气，还后面好像有好多字儿要干呢，是不是啊？春风吹面，哎，暴雨完了没气了，懂不懂啊？好的，来啊，走。春哎，你看，哎，这个不错，但是我弹错了。来，预备，走。春风吹面薄雨纱，春暖妆出带雨花。好的。前四句就结束了，就这么棒。好，我刚才一直四句，哎，我会告诉你，我刚才看了镜头，发现你一个问题。你先说说我，你觉得我会说什么问题？你也在看镜头哦，我刚才看到了。啊？什么问题？嘴型。哎呀，对了，你看你多聪明啊，是不是？好，你看。弯花就完了，不要弯，你看弯花飞啊，全在这儿，全在做这个动作，不做这个、啊、不做这么多动作，因为来不及，你就把它固定住就行了。弯花飞舞春人笑，想着你的小肚子，好不好？不要这样哦，不要做动作。当然我有点夸张啊，来，因为我要夸张你才能看得清楚啊。好，还是往下走，走。梨花，哎，梨。
唱了一遍啊，咱们唱了四句，我就停下来说这个事儿了。为什么我要停下来？我让你唱完了再说，行吗？也可以，也没什么。但是我停下来了，说这个问题，你接下来这四句就好了。你是觉得这样好呢，还是说我们错误的把它全唱一遍，也肌肉都产生记忆了，然后再去改，那样好呢？那样不好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就是这样的，只要错了就停下来，错了再刻苦，一直错下去，哇，还不如不刻苦，停下来思考一下，我应该怎么做，能做对，明白不？先学会学习的方法，好不好？这个对声乐特别重要，明白不？好的，来，好，后来好了啊，从梨花淡白菜花花，唱这一块的时候一定要美一点哦。你春游到外面去看，呀，这个花也开了，呀，那个花也开了，它是这个意思，而不是咱们都，哎呀，眼睛都见了，都麻木了，哟，这个花开了，哦，那个花也开了，不是这样的。他舞了一冬了，刚刚开你就看到了，什么感觉？惊讶，是不是觉得很美呀、啊？太美了，是不是？惊讶，哎，做惊讶状，啊，好的，来，再来哦，好，手放在哪里？嘴巴张开，走。一位，春人庄生百花，又春人在花。哎，你看我的画的嘴巴是什么样的？你是花，哎，对，这个就对了。来，看着镜头，花。哎，我是这样的吗？西，啥时候嘴都不能咧，不能瘪。对，歌唱，好，听我说，这是引出来一句最重要的话，听我说，你不管做到不做到，现在你要知道这个理念，歌唱永远是竖的，垂直的，不是横的。啊，什么时候需要横，我会告诉你。以后有一部分音是需要横着唱的，但是不是现在了，高音啊，唱高音，哎，这要横啊，像学那个小鸟叫，它需要横，但是你现在哎还没到那，哎，咱们先把这个唱对啊，谁能唱到这儿？哎，是你上回就说这个事儿了是吧？谁能唱机械钢琴能唱到这儿？这不钢琴。唱到这儿了，那人能唱到这儿吗？人唱到那很，人没有那个声音了。好，走，好，从头来啊，咱不断好吗？好，这次嘴巴要对哦，预备，走。春风吹。Whoa!
做对了状态的时候，你的声音我不用看你我就知道你好一些。当然刚才那个姐姐进来你会走神了，你会动了，对，一走神声音就哎，一走神你的声音就是就飘了。哎，我们的好，为什么说我们不能走神？因为我们唱歌的这个状态不是我们生活中的状态，唱歌的声音不是说话的声音啊。嗯哼，一走神那就成自然状态了。好，再来一遍啊。好的，看这里面啊，看啊，走，春风吹面薄雨纱，春风书中送夕阳，来这一句啊，你就唱错歌词了，预备走。花外书中，预备走。花外书中送夕阳。哎，这一遍最棒的。最棒的就是你的状态没改变，你的嘴巴很注意啊。那欠缺哪里呢？就欠缺力量。但是这个力量啊，不是马上就有的，是慢慢训练的。怎么训练？每次都要想它，每次都想它哦啊，只要不想它，它就没有得到训练。你每次唱的时候都要想到这个地方，要顶到这个地方。哎，对，你看你现在多好啊！他那个夕阳，那个夕就是嘴咧的特别厉害，哎，是他那个嘴型应该是咋样才对？哪个？夕阳啊？对。我花外书中送夕。对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再来一遍 ，Emily。送夕阳就完了啊！来啊，哎，夸张一点做，你因为只有夸张才有，走。花外书中，这不就是呜母音吗？对呀，你不都会了吗？是不是啊？走。花外书中送夕阳，送夕阳。再完整的来一遍啊，走。花外书所有的歌唱里所有的闭口音，什么西呀，什么沙，像这些
都要开开嘴巴唱。吸。啊，都要开开嘴。不能吸。那你不会说了吧？我还是说不出来。你看老师怎么做？对，我很夸张了。我没教学的时候，我也不这样夸张啊。我自己打开了就可以了啊。但是我这样没办法，所以我要启发，要使劲的。好，听我说，艾米丽，挺棒的哦。啊，就是要把这个状态记住，好不好？你看，现在他慢慢的状态啊，慢慢的他不会去乱动了，就状态好多了。啊，力气呢，就像我们举重运动员一样，今天增加1公斤，下个月增加2公斤，这才慢慢能举起100斤、200斤。啊，不是说我现在一下子没经过训练，我一下200斤，一下子压坏，那不会，那骨头就断掉了。啊，好不好？小可爱，好的。回去看一定有帮助，尤其是你自己看自己最有帮助了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哎，不客气。